大家好，今天做个发面千层饼，柔软多层，特别好吃。盆中倒一碗面粉，适量的酵母，适量的白糖，用温水和面，搅成面絮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不用醒面，直接擀成长方形的大面片，上面倒一层食用油，用刮板涂抹均匀，再撒一层干面粉，再像视频中这样上下切开，中间不要切断，再像视频中这样一层一层的叠起来。叠好之后，再用擀面杖轻轻按压，擀成一个厚一点的薄饼，上面刷一层水，撒上芝麻，再用擀面杖轻轻按压，防止芝麻脱落，放入蒸汽醒发两倍大，水开蒸15分钟，然后取出放入电饼铛，烙至两面金黄。蓬松暄软又好吃的千层饼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试做吧。